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泰语教研室田林。我们一起来学习泰语语音第八讲。本讲我们将学习高辅音，扫、扫、扫，以及单元音，呃、呃。好，首先进入高辅音的学习。这三个呃高辅音发音都是扫。 它的发音要领是舌尖贴近下齿背，气流从舌面和上齿背间摩擦而出。它的发音类似于汉语拼音中的“思”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三个字母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。大家请跟我读：扫、扫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“扫”的写法。 第一个，从圆圈起笔，顺时针画圈，画下来再回过去，最后在右上方加上一撇，上下顶格。好，第二个同样是从圆圈起笔，逆时针画圈，画到下面。 原路返回，再画过来，最后加上一撇。中间的这个除了一撇以外的部分呢，和我们之前学的“刀”比较类似，但是我们注意到它的中中间这个圆圈是朝右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是逆时针画的圈，而“刀”呢则是圆圈朝左顺时针画圈。最后一个，我们同样也是从圆圈起笔。 中间再加上这一个部分，外面的部分呢，像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ball 一样，在中间我们加上的是短元音啊的其中的一半。好，这三个字母发音一样，但字形相差非常大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记忆。 那么，为了区分这三个读音完全一样的元呃辅音呢，我们每一个辅音有一个对应的单词。第一个，so 索 s o 蛇，啊，蛇指的是老虎的意思。第二个，so 撒拉，so 撒,撒拉，撒拉指的是。 凉亭、小亭子这样的意思。第三个呢，sa rusi，sa r s i 指的是隐士、修饰这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今后在说到这三个字母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 sa sa 拉和 sa r i 来区分它们。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下一组单元音，呃呃。它们的发音要领是口唇稍张稍张大呈扁平状，舌身后缩，舌中后部抬起靠近硬腭。它的发音有一些类似于英语音标中的呃呃，但是口型要更加的扁。啊，请大家跟我读，呃呃。 呃呃，前面一个是短元音，后面一个是长元音。短元音二声，长元音一声。同学们在发这个音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发音，一定要要扁，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发音比较类似的另外的元音啊，我们要跟它做出区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元音的写法。第一个短元音的写法。 和我们之前学过的短元音 e 非常接近，也是在辅音的上方，先画出这样的一个扁平的半圆，然后在它的右上方加上一个小圆圈，啊，这是少数我们不从圆圈起笔的这个字母之一。先画出一个 e，然后在右上方画一个小圆圈，分两笔来画。同样的。 长元音，长元音的“呃”和长元音的“一”的写法也比较类似。画一个扁平的半圆，加一竖，然后在在这一竖的左边再加一竖。所以说，与“一”的区别就是，它多了这一个小短竖，啊。好，另外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。 元音 e，、呃、也就是长元音的这个 e，、呃、在单独与辅音相拼的时候，啊，没有尾辅音时，需要在辅音的右侧加上字母 o、哦。比如说，本身扫与长元音 e、呃、相拼，本身应该写成这样，但是我们按规定来说，应该在右侧。 在辅音的右侧加上一个字母 o，、哦、这才是完整的呃这个元音的一个写法。这个我们读作 se s 同样的，高辅音 t 加上呃应该写成这种形式。这里面的 o、哦、虽然不发音，但是我们在写写这个字音节的时候，不能把它漏掉啊、嗯。这里面。 这个词读作 t，t，好，这里面涉及到尾辅音这个概念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习到，但是我们现在只要见到这种形式的拼法，我们就知道它必须在后面加上一个 o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拼读的练习。第一个，高辅音 s。 加上长元音 o，、哦、啊，抱歉，高辅音 saw，加上长元音 e，、呃、注意这个不发音的 o，、哦、然后再加上二声声调，这个词我们读作 s 四 s 这个指的是媒体、媒介的意思。第二个，高辅音 saw，加上长元音 i。 我们读作 “si s 它指的是颜色的意思。最后一个高辅音 “t”，加上长元音 “e”，、呃、这里有个不发音的 “o”，、哦、没有加声调符号，读五声，读作 “te t 啊，它指的是手提的、手持的这样的意思。 比如说，我们的手机就叫做 m o t o 好，接下来请同学自己拼读这三行音节。我们看第一个，saw e c c s o w 加上三声声调符号，读作。 萨萨索呜，加上二声声调符号，读作苏苏。啊，我们看到这里每一个索都是不写法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它的读音是相同的。之后我们在学习到单词的时候，这些字母是不能够互换的。好。 中辅音 d 加上短元音 e，、呃、读作 d。d 中辅音 d 加上长元音 e、呃、加二声读作 z。z <coughs> 好，这里我们看到，如果说我们泰语的单词，一个单词中可能会有不止一个音节，我们同学可以来试着判断一下这个。 这个单词啊，虽然是没有实义的单词，但是我们来可以看一下，其中包含了几个音节。我们所说的音节是指一个辅音加上一个元音，这样指的是一个音节。那这里面我们数到第一个辅音是扫、so，第二个辅音是扫，扫、so、舌、so、和扫着洗，与它搭配的元音是哦，啊，前半部分我们读作。 扫，so. 后半部分呢？扫、so、的 c 加上长元音 e，加上三声声调符号，读作 c，啊、嗯，整个连起来我们读作 s、so、a c s、so、c。好，下面高辅音扫、so、加上 e，高辅音口加上 a 这个我们读作西卡。 c 卡，高中辅音哆加上长元音 e，、呃、加上二声声调符号，中辅音包加上长元音 u，、呃、连起来我们读作的不的不。最后一个不发音的中辅音哦，加上短元音 e、呃。 中辅音高加上长元音 a、欸、整体我们读作 gege、呃呃。这里面我们所列出来的这些音节，大部分可能是没有实际含义的啊，只是为了配合大家来练习我们对这些字母的应用。好，最后我们进入日常用语的学习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。 ni kong kai，ni kong kai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：这是谁的？ni 我们在上节课已经见到过，表示的是这。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 nan，啊，nan 表示的是那。第二个词 kong 它表示的是一个从属的关系，表示的是属于这样的意思。 cry，cry Cry 是泰语中的一个疑问词，表示的是谁。你ี c ขอ这是谁的？或者说这属于谁？好，请同学们再读一遍。你ี c ของใคร？นี่ของใคร？นั好的。 如果我们要回答的话，我们直接把这个 “cry” 替换成人称代词就可以，比如说“นี你่ของผม”你库库、“นี่ข啊，这些人称代词都是我们之前学过的，我们只要把 “cry” 这个疑问词替换成人称代词就可以。好，本讲内容就到此结束。 再见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。